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了，7月31号 A21 环北站到了9:03，出发的是车号是202，直达车，终于在环北站停下喽。经往台北车站9:44，然后这个是列车9:03。京环北，普通车不载客。泰山站新庄路跟新北城，好，进那个台北车站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的左边是直达车，刚刚才到达终点站环北站的直达车，然后现在返程看往台北。然后右边是我的普通车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9:04，7月31号再见。